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的恩典啊，请弟兄姐妹别忘记每一天学习向天撒种。那弟兄姐妹，撒种不会马上就看见效果，或者是马上就看见结果累累，不会的，可是是需要一段时间。而你知道这个撒种多么的重要，因为你不撒种就没有结，不就没有这个丰盛的那个收成。那个结果就不可能来到那弟兄姐妹感谢主哈，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所知道这个水稻大概从撒种这个插秧到成长4个月就可以收成，所以也许也不一定要很久哈。当然我知道有一种是这个这 avocado 的这个叫台湾不知道叫什么叫鳄梨啊，就是那种那个很大一个哈，你知道那个鳄梨。要十几年才会开花，才会结果，那个就是很久。可是弟兄姐妹，感谢神上帝的恩典，那水可以及时变成酒。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将来撒种的时候，上帝也可以让你正常就4个月你就会看见收成。那弟兄姐妹，感谢主，要丰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多多的撒种，不是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多种的多收嘛，少种的少收，那这是铁的定律，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向天撒种。弟兄姐妹，四件事情向天撒种，第一就是要就是不断的赞美神。早上这个就你可以学大卫啊，大卫说他一天7次赞美神啊。那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不要做别的事情之前，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就是赞美神，赞美神。弟兄姐妹，每一天就这样一句话，你就说哇，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哇，弟兄姐妹，感谢主。晚上睡觉的最后一件事情做什么呢？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不是吗？一天上帝的保守和看顾，你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交托给主吗？知道上帝会成就我们伟大每一件我们向他所求所想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感谢主，每一天就学这件事情哈。那最后一个第二个就是大量的读圣经。我知道现在有140多个弟兄姐妹，大家每一天呢就是一天读4章圣经。弟兄姐妹，别小看哦，这一个耐心的读圣经，就是一个撒种的过程。弟兄姐妹，感谢神，你会看见圣经逐渐会向你打开，圣经的真理会向你打开，圣经的恩膏会向你打开。你不要以为你需要读懂，你不需要读懂的，你就去读它。弟兄姐妹，圣灵呢？圣灵，你就会听见圣灵的声音，在每一天你需要的时候，圣灵就会给你一句话，给你一个意念，你就会进入他的恩膏的里面。那第三个是突破的奉献。今年的每一次奉献是不是就是奉献，要记得这个奉献是向天撒种的奉献。第四个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那我不知道你已经开始参加，你已经有没有进入这个 RPG 的这个祷告复兴祷告小组。那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个很多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开始这样做。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落掉，我们不要落掉在这一个恩膏。你说啊，牧师啊，祷告就祷告，又怎样怎样？哦，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趁着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浪潮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进去，每一个礼拜至少一次。最少5分钟你跟2个人、3个人，至少2个人、3个人哈，这是圣经的法则，就是耶稣的应许嘛。地上若3、2个人啊，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啊，如果你在这个 RPG 的祷告里面，你一旦发生了一些神应允我们的祷告，或者神在我们中间做了什么事情，请你一定要把它泼出来，在你的小组的群组里面一定把泼出来。小组长当他泼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然后这个区长，请你们就看有一些这样的见证，你们就可以主动的泼在我们的交流园地。那当然第一件事情要先泼在你的小组的这群组里面，然后那区长由区长来把它泼到这个我们的交流园地。我们希望这个祷告的柴火
不断不断的燃烧，我们看见我们将近今年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定可以突破100万分钟啊！那求主恩待我们。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三章1-15节哈。那我们的就是有一几节是这一节这一段圣经的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呢，他夜里来见耶稣，他对耶稣说什么？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哈。那弟兄姐妹，他观察到耶稣所做的事情都是很奇妙，如果不是神同在，那不可能能够从他身上出来。那弟兄姐妹，他来问的是神迹，他来问耶稣，你到底是怎么的？你怎么样的是以怎么样的一位？可是耶稣并没有回答他。那耶稣回答他什么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呢，就不能见神的国。”而耶稣第二次还耶稣跟他谈了。不是跟他谈神迹，也不是跟他谈这个神的作为，是耶稣就跟他谈了。他说：“你需要的是重生，因为如果不重生呢，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耶稣呢，在这边跟他谈重生，那再跟他谈神的国。那怎么样能够进入神的国呢？怎么样能够重生呢？耶稣没有解答这怎么样重生，可是耶稣告诉我们。重生呢，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弟兄姐妹，水和圣灵就可以让我们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重生啊。那弟兄姐妹，这边讲到两个不同的领域，那也这个神的国是一个领域，那人的国是另外一个领域。那你看见为什么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官，他年纪应该有一点呢，所以他是法利赛人的官呢，那这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那弟兄姐妹们看见他有很多的东西不明白，那耶稣告诉他：你需要的是什么？你不需要明白什么东西，你只要进入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会知道。那你怎么进入那个领域？就是重生。从哪里生呢？从水跟圣灵生呢？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都已经经过经过水跟圣灵。那弟兄姐妹，水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就在水里面嘛，从水里面上来。弟兄姐妹，这是代表的一件事情，我们与基督同死，然后从水里面上来，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一个代表。但是真正能够成就这个事情，还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很稀奇，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新的人，这是太稀奇。我的父亲呢，已经到主那里去，他103岁的被主接去，他40几岁的时候他受洗啊。他40几岁受洗，那弟兄姐妹，他受洗的时候，他像他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吸抽烟抽到不得这个整个肺都穿孔，可是他没有办法，无论怎样都戒不掉。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抽烟，但弟兄姐妹感谢主，他受洗起来的那一天呢，他的烟呢就从他身上完全的掉。那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件事情，但是我这边告诉你说，就是。他为什么从水里面上来，他就能够脱离？这发生了一件事情 ，something happened 在他的身上，就是他真的重生了。重生了以后，他就进入另外一个领域，以前他做不到的，现在他可以做得到。弟兄姐妹，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是跟好像还没有真的得到这个拯救。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一个开始是非常重要。那你知道，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有手，但是其实他不能做什么事情；他有脚，不能做什么事情，不能走路啊、不能走路。那弟兄姐妹，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人，但是其实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弟兄姐妹，但他就是一个人，是不是 ？Baby 是一个人啊，他还是一个人啊，还是一个人，只是他不能做人所能做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假以时日，假以时日，让他长。让他长，3岁就不一样了，是不是？5岁就不一样了，是不是？10岁他就跟你呛瞎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因为他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人，是慢慢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我们已经重新，我们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风水的意思怎么吹，我们不晓得，但是圣灵重生了我们，弟兄姐妹们就再不一样了。主祝福你，感谢主，别忘记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主与你同在，阿们。